到青年二十七放入境界工作年金之后，入病可能一度限制，推动陆续出现外人士去的就好。不过过去了两礼拜，全国提起往白就好停车位现象，事实上，关山农副业农特产品是无卖的下小偷，是农民都讲你啊卖起唔好，佢哋会输入涨啦减，长期清洁费天天。自从向农会的工作人员无限投一百包的泡米，并来一条装箱准备出品。两三年以来，自从向农会的公共米厂的卖场一手迎合，想做的意思明路来卖农特产，不过认真防疫经济攻击，明路卖泡米的量实减少，并来糖的一条实多的两批。米大家可能库存的比较多了啦，然后再来是疫情有点解封了，所以说大家可能外面才买吃的几率比较高了。那目前反而是一些糖果饼干类销售的状况比较好。庙路买东西的习惯改变呢，实体买东西也有变化。按照两礼拜，虽然陆续有人客出来了，不过买起三毛增加，像啲关山镇农夫面过后搞摆摊呢，小农就偷摊，当然买了，抢走了人呐，从体的变收费。人是有比较多，可是买气还是没有起来。主要是有游览车，然后取消，然后就跟。行程呢、啊，出来逛那个庙宇拜拜啊，就是就自己开车出来，就出来自己出来玩玩，哎，对对对，透气了哈。对啊对。哎，冬期待吼，也政府的五倍券吼，也还有更多的安尼农游的优惠方案来分大家吼，啊，鼓励大家来到台东来到关山来消费吼。关山镇农会也希望，认真一礼拜台东一起求感染法发通，啲慈善开始的，做了带动人潮，同时就可以来买当天的农特产。我哥创业两三年来，按人落，下个新闻前面，台东不妥。